我觉得是蹲下去那个我发现海涛的问题。还是你看我们跳，就是虽然有一个蹲，但是非常短暂，我们都是这样跳。你的跳是不是，我得有一个使劲的过程。你们一二就开始使劲吗？一二，一二就开始使劲，三就多了。你把那个节奏调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好吧。对，就一二蹲跳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一直蹲着呀，你一二三跳的时候你就跳嘛，好吗？那可能蹲太久，这样让海涛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帮你，你单独跟海涛练习一下。我来练习一下。练习啊！一二蹲跳。你的又晚了，跳的时候晚了，你早跳一点点。你没有跳啊？跳，他真的跳的好惜命啊！好，加油啊！来来来，来了，好，来了来了，我们加油啊！一起来，我们靠近一点，小天，靠近一点，小天，我们靠近一点。一二蹲跳，跳，跳。不行，大家有那个时间不一样，这个蹲就影响大家了。哎，没准，可是有可能成了。看一下，我觉得有可能成了，因为有的事情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好吗？好，你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你们看我，看我跳得有多高，看我跳到这样的。我们这一把，放一个这一把是何老师跟吴昕两个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多管用，快把这个，这个能三个人，快。你还要不要带你呢？快快快，这个能三个。对，你们太坏了。你们是新来的，多给你们点，我占这个。哎，我们要彼此相信对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要不要手拉手，好不好？那些模特他们自己还会有自己的那种动作，每一次都有，你们没注意到吗？而且你理解我，站在他们之间，他们手拉手，我就全空了。见小朋友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娜娜加油啊！一。二三三三，哎呀，跳的节奏，哎呀，你自己的节奏都是乱的。我看他脚稍微没有按了，他有按，可是是在你们还没跳前就按失败了。什么？这失败的也太惨烈了，还在做准备的时候。小天，你是掉了威呀、啊？你要飞走了吗？只有一个人在起来、那这个肯定是口号的问题。对，哎，等一下，表情都很妙。各位，你们看，人家有多努力。这把你们都取掉，这个全都取掉，好吧？这回都取掉，对，都取掉。对，我们来夏雨轩，我们配合你来一次完美的，这次成功了，这次肯定成功了。一、二、三。所以最好是可以一起喊啊，三二一跳。好，来，我们放到大屏幕上看一下，成了，有了吗？成了。刚才那张有不少人没有站起来，好，这失败的也太惨烈了。海涛，海涛。哎，我们要彼此相信对方，好不好？一次完美的，这次成功了，这次肯定成功了。好，我们加油啊！一、二、三，跳。吴昕和小天，请大家看杜海涛，你看我有多努力。我真的，你很努力，你每一张都好像是人生最后一次的跳跃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阿旺，你真的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真的，你看我跳的，你膝盖非常的弯。哎，与此同时，跳实际上得了冠军一样。你看我的努力，跳出的高度和车标轻松的跳起来，你看我栽到哪儿。前面教的各种拍照姿势你学会了吗？国庆出去玩，快和小伙伴们用起来吧。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今天出去玩吧，我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旅伴，就是我们的萧亚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刺激的挑战，叫做旅途知识知多少。